是应该是新开的，木栅路三段123-2号，王东，王东大路特色小吃，我你需要管哦。新开的吗？哦，那边搬过来的。啊，搬过来。对，现在有增加项目。啊，好好。增加水饺，还有米糕。哦，好好好。Thank you.
谢谢。是 vlog， 然后可以写那个你们的名、地方的吗？可以上传那个照片跟影片吗？谢谢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要感谢你帮我们宣传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刚看到你拍的照片很漂亮。谢谢。对，我上传以后我传给你 FB 上可以。好，谢谢你。你们传给我的那个 URL， 我有这里啊，有我的电话啊、电话 line。啊 line。谢谢谢谢 ，ID 是你的 line，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的？我们之前在转角那边开过来，对对对，之前在转角快两年了啊，好，我们现在是有增加东西，做水饺，这边搬过来几天，上个礼拜五开始，好，很好吃哎，在那之前学生很多来这里吃啊，真的，真的，我第一次来，谢谢你。下次再来，谢谢。好，再见哦。谢谢。下次给你招待。好，谢谢。呀，マジうまい。ラインマップうまいっす。